Thank you.
我昨天晚上吃完，回去太晚了，严格有点不高兴。
不要等了，屁呀！你们接着吧。
姐姐你说这背着靠哪里的把你子包包这哪拐进去别操心，别操心。
你走过来。一号摆五桌。你是走哪个摆五桌？啊。走了一号有点五米。走哪么好的？走哪开么好的？啊。
啊，没有。
对啊，人家一块钱，二了一块钱。啊，俺那少了不卖，你要赶快行，行拿。那边还有啥？那边俺不会卖。晚饭到底够了啊？你那香菜，你那麻辣酱叫了，你在那贴点，贴在这里边。这红薯怎么卖的？哪个？红薯。这个才28，这个38，说实话差距还是挺大的。帮我称一下，有几斤？能弄个两斤吧。也就两斤到三斤，把100给我，81。我付了。哦，80是吧？付了80是吧？两斤。啊，也就三斤。啊，这差不多吧，炖萝卜差不多了。这么子要是烧起来，这伙子腥的不得了，这羊烧菜的不得了。这伙子在用，那正好用个在别个是烧烧，这个羊肉才是有点这个，这是一只包里向那做饭的，正好发给的。我里边烧锅里炖，才是烧锅正好要烧这个呀。我才觉得这个咋他是个神奇。拿个刀去磨了，这对面这个刀。那个羊排太软了，一嚼就熟。我要这么高兴吃，我要是让他给你摆我的，他就赚不着了。反正钱我全都是拿几个，都没事。
谁都要干什么？